生存下来第七个多月了，等一下还要再开一刀，我老公在上面，我老公在家务平房。我老公病急，我老公要维持一人。最近特别来这样。继续看我的画面，然后赶紧收。我老公在家里病房。他怎么了？我从铁架中摔下来，第七个多月了，等一下还要再开一刀。所以现在特别来参加。好 ，OK。我在上面，我老公在家务平房。来，干嘛在等？听听。车祸锁骨断掉，肝脏破碎，肋骨裂了八根，还有颅内出血。医生说已经尽人事听天命，没办法了。对，所以说我这条命是妈祖，真的是奇迹。那时候神教在路口，底下信就顾伟哦。后来我朋友祈福了以后，结果隔天我醒了。我有跟妈祖说，如果说我的身体许可的话，我今年会来进香。对，然后我们都是陪他。对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因为我去年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，真的，5月14号，本来5月19号要来进香，结果5月14号我发生车祸。当我在加护病房急救的时候，我的床尾我看到千里眼顺风耳还有白沙土妈祖站在我的中，他站在我的床尾，妈祖站中间，两位神父站在前面，妈祖嘴巴笑笑的，对啊，还有我朋友他们有来，他们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帮我祈福，那时候神教在路口。底下信就顾伟哦，后来我朋友祈福了以后，他们神教就走了。昨天给他穿。对，因为我女儿跟我朋友他们都有在帮我祈福，结果隔天我醒了，我锁骨断掉，车祸锁骨断掉，肝脏破碎，肋骨裂了八根，还有颅内出血，医生说已经尽人事听天命，没办法了。对，所以说这条命是妈祖，真的是奇迹。肝脏都肝，对，我去年因为车祸没来，我今年走的话已经走到第九年。去年5月14号发生车祸，我有跟妈祖说，如果说我的身体许可的话，我今年会来进香。然后我们都是陪他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所以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都复原好了。都还没好。体力很差，但是我现在在用中药调身体。我刚好跟妈祖祈求说，一定要让我身体赶快好起来。我每年还会再来。对对对，因为这条命真的是妈祖把我救回来的。保重身体。真的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对对对对对，嘿嘿，谢谢你们哦。谢谢你们。对对对对对。不要奢求一些了，这跟这个是自己的民主信仰啊，就感到有那个氛围。现在已经没有年节的氛围，这个感觉起来就像过年一样，感到很有那个氛围。然后像我们这60几岁的人，就这个氛围就感到回味了。大哥，你们从哪边来的？我们高雄。啊，你们来这边参加第几次的那个白沙土？第三、哦。那怎么会想来参加呢？看人家走，就想出来就出来了。那你在这个沿途当中，有没有看到什么样比较感动或是印象深刻的？的确比较看不到，走路的人比较发觉得到，因为要跟在妈祖的旁边的人比较会经历到那些东西的、啊。
我们没有跟在马祖旁边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。我看你们两个是一人一台摩托车，感觉是有备而来。本来是一起一台，结果不好骑，两个人要加上东西，帐篷什么不好动，都被改成一人骑一台。哦，你们自己有带帐篷来？对啊，我们帐篷都有。马祖他住家的地方旁边又是有学校啦，或者是公家机关的地方都会随便搭帐篷。像今天因为说会冷，所以都会带的比较多一点衣服，本来是没有带这么多的。那今年有没有许下什么特别的愿望？没有啦，大家好就好，不要奢求一些啦，就跟这个是自己的民主信仰啊，就感到有那个氛围。现在已经没有年节的氛围，这个感觉起来就像过年一样，感到很有那个氛围。像我们这60几岁的人就有这个氛围，就感到回味了。